其实我记得我们以前在签名会的时候遇到蛮好玩的事情，例如上来不是要签专辑吗？对啊。之前主唱婷婷有收到一个签名，知道签什么吗？签什么？结婚证书。天哪，那他有签吗？当然没有啊，很奇怪啊。不过就是蛮好玩的事情，还有身份证的配偶栏要你签名。那你有收到粉丝要签吗？我没有，因为我比较不红。不要这样子啦。但我知道你心超暖的，超暖。可以，好，可以吗？这是个赞美。我觉得另外一个男性也蛮暖的。对啊，就是毕书尽，我之前上台前有采访过他哦，独家来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毕书尽，欢迎收看《宅男的世界》。你平常都怎么样开嗓啊？我开嗓方式比较简单，像用丹田，对，然后就这种。天哪、啊！完了，那法拉第的小狗要疯狂了，怎么办？狗狗都跟我一起，或者是放一首歌，然后跟着唱，这样。那我们看一下粉丝有没有点歌，到底要点什么歌，要唱什么呢？大家选太多了，我们只有两首歌。对啊，等一下让他保持很多首歌。对对对，那我们让 B 选两首好了。好，很久没有唱的。我们在爱中漫步，沿着幸福的旅途，偶尔迷路，再回到了迷雾里，停下了脚步。哇，完蛋了，我的歌我都记不起来。哇，这是谁点的？这样不行，好吗？没有啦，让我开玩笑了。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，就是对忘词王。真的吗？你是忘词王吗？算是吧，我还蛮常苍白。真的、喔，脑中一片空白。对，空白。好啦，我们再唱一首，那再唱一首。对，转身之后嘛。转身之后，好啊。好啊。在我转身之后，你却又抱着我。在放手以后，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。在我转身之后，你的泪不停留。虽然心很痛，却只能说分开以后，我就要远走。是不是觉得耳朵都快要怀孕了呢？好啦，因为他等一下要登台，我们不要耗费他太多体力。来 ，B